就叫那个艳阳天来哟，十八岁的哥哥呀坐在那小河边，风车啊跟着那个东风转呐、啊，哥哥惦记着呀小银莲，风车啊跟着那个东风转呐、啊。哥哥惦记着呀小银莲。嗯，你唱的还真好。知道这是什么歌吗？这是电影《辽宝的故事》的插曲。您看，一首好的歌曲让人唱不烦听不厌，过多少年都爱听。可就是这首歌，嗯，十年动乱期间被说成了是黄色歌曲，不让唱了。因为什么呢？因为歌里头描写了男女青年的爱慕之情。哦，歌里边有爱情了。其实您说生活当中能没爱情吗？哎，那可不能。为什么呀？你想啊，要没爱情呢，多没劲呢、啊。结果歌里头啊、嗯，不许有阿哥阿妹的字样。是啊，不许写姑娘小伙。哦，姑娘小伙都不许写。写可以。怎么写？得写成那个刚小伙。嚯、哦，铁姑娘，铁姑娘，哎、那时候有这样一首歌，你给唱唱，我给您唱唱啊。俺、嗯、得有个铁姑娘，铁手铁脚铁肩膀，拳头一攥，嘎嘣嘣，走起路来真牵强。嘿，一拳能把山砸开，一脚能让水倒淌；一拳能把山砸开，一脚能让嘿水倒淌。哎，你唱的这是大姑娘，这是二郎神。我说的呢。您说这样的姑娘，您敢喜欢吗？哎呦，不敢喜欢。怎么？我怕他踹我一脚。结果那时候一些舆论说我们中国没有真正的情歌，哎，这可是偏见。其实我们中国人民有着悠久的文化历史、啊、文明古国嘛。哎，我们中国人民有着世界上最纯真最高尚的爱情。就是嘛，有诗为证。哪一首啊？早在咱们祖国的诗经里，这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作、曾经有这样的诗句，你给念念。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君子好逑，哎，这句还真听懂了。怎么讲啊？凡是君子人都好踢足球。凡是君子人都好踢足球啊，君子好逑嘛。那窈窕淑女呢？啊，那时候他们踢得不好，净输给女的。你这都什么呀？这不是这么讲啊，这是诗人看到水中舟上一对对的雎鸠，雎鸠就是一种鸟，联想到淑女是君子的好配偶。简短的情歌，哎，汉代乐府民歌《上爷》。为了表达生死不渝的爱，诗中是呼天为誓啊！哦，诗中写道：“除非山得成平地，江水得枯竭，冬天雷打震耳，夏天大雪纷飞，天地合在一起，才能把我和我心上的那个人给分开。”呵，你看人家这爱的多瓷实啊！就是啊。宋代诗人李之仪写的《卜算子·词》，那是爱情的美丽诗篇呐。你再给念念。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日日思君不见君，共饮长江水。您听听，嗯，我住长江头，长江头在什么地方？好嘛，北原在可可西里山，南原在唐古拉山。君住长江尾，长江尾在什么地方？在上海入东海，那是浦江口啊。日日思君不见君，共饮长江水。此水几时休？此恨何时已？只愿君心似我心，定不负相思意。嗯，你这么一说我才明白。明白什么了？感情宋朝那时候啊就有两地生活的了。但是山水隔不断情谊。那当然啊。哎，他们为什么不往一块钓一钓？怎么钓啊？就找劳动局了。跟宋朝那时候有劳动局吗？对了，没有。没有嘛。没有那就更好办了。怎么呢？自己回来吧。一个青藏一个江苏，当时那个交通也不发达，怎么回啊？
就为了爱情狠了点走回来。这走也走不回来。走怎么走不回来呀、啊、那个你想古时那个这当时人家中间这俩地儿根本就没路。哦，当家连路都没有。对，没路。嗯，他们是怎么调开的呀？您管得着吗？您说说。我看他们两地分居着急。是，就是这么一种形容。哦，就是个比喻、嗯。历史上类似这方面题材的作品还非常多。你再给介绍介绍。像过去有一首《孔雀东南飞》。哦，这是汉朝著名的叙事诗，描写了刘兰芝、焦仲卿反抗封建礼教、坚贞不渝的爱情。古诗为焦仲卿七作，哎，对，这是名字。对，还有那个《柳毅传》《柳毅传书》，这是元朝的。《西厢记》张生与崔莺莺，唐朝的。《梁山伯与祝英台》，宋朝的。《罗密欧与朱丽叶》，清朝的。啊，明朝，明末清初的。《罗密欧与朱丽叶》，李自成和吴三桂。嗨。您提他们俩干什么？那你提外国人干什么？我想给您做个比较。怎么比较呢？外国人那个感情也很丰富。就是啊，表达方式跟咱们中国人不同。是啊，有时候咱们看不明白啊。哦，有一次我看了一个歌剧，嗯，歌剧有一个小姐呢，这个站在窗前，嗯，身后站着一个，咱也看不出他是老头还是年轻人啊，那么长的胡子，嗯，在那扯着脖子在唱。他怎么唱的呀？您分一下这是什么感情？哎，你唱唱、啊。你看他那个劲头。你那也不离开了，谢瑞斯米，你那也不离开了，为小罗，被他俩连打命的完了，那是东边五千八过了，你还来我说了，你得了，哦，哎呦呵，哎，哎呦。这是干什么呢？您分析这是什么心情？这我分析不出来了。其实他的感情也很丰富，咱们看不懂，生活方式不同，表达方式就不一样。哎，所以咱们接受不了。你要看咱们自己那个歌剧，那个爱情的表达方式，您就能看明白了。哎，你说的是哪个歌剧？您像有一个小二黑结婚，哎。特别是小琴那段唱，那得看谁唱啊。郭兰英同志唱的好，那个身段也美啊。我给您学学啊。那好。清凌凌的水蓝，浪个盈盈的天，还是个好天。小琴我系上，来到了河边，多好的环境啊。有心我对你说呀，说吧，说上那几句话，快点说吧。人多，哎，不要紧。烟杂，没关系。人多烟杂，我没敢靠前。这不是瞎耽误功夫吗？你这什么叫瞎耽误功夫啊？闹了半天什么都没说。您看这个心情刻画的怎么样？那。刻画的细腻入微，是不是？在咱们祖国爱情的诗与歌中，你不但能看到祖国人民用丰富的情感来歌颂爱情，你还能发现爱情的特点。什么特点呢？真正的爱情和理想斗争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哦，和理想斗争连在一起。你拿那个孔雀东南飞来说吧，啊，那就是反封建斗争杰出的代表作。对了，就是当时那个时代的近代作品也有反映，你再给说一说。像过去有一首歌《送郎当红军》，哦，这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歌中唱道：“送郎房门边，劝郎当兵心要坚，莫要一心想交连。”嗯，在当时唱这首歌的人很多，是不是？嗯，还有这个张曙同志的《日落西山》，听过没有？哎，这歌也很动听啊。嗯，唱起来感情非常深沉啊。那一个山上没有树，那一个田里没有瓜，那一个男子心里没有义，要打鬼子可就顾不了他。
抗日战争时期的，描写了革命志士崇高的思想境界，要保卫祖国就顾不了爱。你就拿那个现在有一些青年人唱的爱情歌曲来说吧，嗯，描写了青年人的理想和抱负。你举个例子。有个业余作者写了这样一首歌词。什么内容啊？我给您念念啊。好。亲爱的小伙，不要把窗户敲，姑娘啊正在把蓝图绘描，当明天一起漫步在林道，听姑娘把心里的话儿向你诉告。我绘的是四个现代化的美景，它像金子在洁白的纸上跳跃，它将唤起我们年轻伙伴的热情，一起在新长征路上奔跑。啊，亲爱的小伙，不要把窗户敲，不要敲。这小伙干嘛老敲窗户啊？依着您的意思呢，这个推门进去吧，像话吗？俩人谈谈呢。谈什么呀？小伙子听见歌声以后赶紧跑了。怎么吹了？吹了、嗯、回去搞歌星去了。哦，受教育了。再一见面姑娘就换了歌了。哦，这回怎么唱的呀？你要你在我的眼睛里，你呀你，我笑你歌星着了迷。我知道我知道，眼睛传神会言语，告诉你告诉你，谁不爱小伙有出息、嗯、这有意思啊、哎、呀，还真是和理想斗争连在一起，描写了人们的理想和抱负。嗯，哎，看起来你对诗歌与爱情很有研究。因为祖国爱情的诗与歌那是个知识大宝库。是啊，里面是包罗万象，什么都能唱到。哦，什么全有。哎，你比方说、嗯、大自然当中有什么，爱情的歌就能唱到什么。哦，我们生活当中有什么，爱情歌里有什么、啊、不信试一试，您问一问我，我来唱怎么样？哦，我问你什么都用爱情歌来回答。唱出来。哦，那这个爱情歌里边有花吗？哎呦，俯拾皆是啊。你唱一首。茉莉花，好一朵茉莉花，满园花草香也香不过它。流行江浙一带的民歌《茉莉花》。嗯，有山吗？山，跑马溜溜的山哟，一朵溜溜的云哟。《康定情歌》。山，有鸟吗？鸟。嗯。百灵鸟双双地飞，是为了爱情来唱歌。嗯，真有鸟。您问什么有什么、嗯、有家巧吗？家巧啊，家巧，那个会飞的那个。会飞的、嗯、画眉观在。哎，不啊，不是画眉，家巧。会飞的吗？啊，会飞。燕子飞过，也不是燕子，家巧。麻雀啊。啊，对，又叫老家贼。嗯，麻雀是吧？啊，麻雀。咱先不唱这个行不行啊？为什么不唱？不是这个，是唱可以、啊、我怕我唱出来你听不懂。你唱吧、啊、只要有麻雀我就能听懂了。有就能听懂啊、哎、有的能听懂。那你听懂啊，你唱。一里有里哈格尔都开都开都开了个大山来都把这就不堵了爱提干净他给的开车塞来都塞拉不塞拉五年了送带不带都。我唱这是什么意思呀、啊、这歌我也不知道了。你不是能听懂吗？我明白了啊，没家巧拿这蒙我来了。我蒙你干什么？这是什么歌啊？这是一首维吾尔族民歌。哎，什么内容呢？歌词大意是这样的、嗯、伊犁的道路弯弯曲曲，有两只麻雀在唱，他们从早唱到晚，是否在担心我爱人的命运？您听有家巧没有？还真有家巧。问什么有什么。嗯，有燕子虎吗？唱癞蛤蟆好不好？啊，那也行。什么也行啊？哎，怎么了？您问这都是什么乱七八糟的？燕子虎好看吗？啊，那个跟那个老鼠一样的，一飞起来哇。对了，这东西倒是长得寒碜。这个爱情的歌唱出来得美。哦，还得美。心里喜欢什么唱什么。哦，我问问您，您喜欢什么？我喜欢吃。喜欢吃点什么？哎，吃点水果什么的。水果啊，听着啊。
满山的葡萄哎，哦，葡萄红艳艳，摘穿葡萄哎，妹妹你尝鲜，靠近身边问一句哟，这串葡萄甜不甜？这串葡萄哎，甜不甜哟哎？那还能不甜？您讲讲，有葡萄没有？哦，还真有水果。哎，有蔬菜吗？蔬菜啊。两个人谈恋爱唱茄子辣椒西红柿，不是这菜，那好菜，你看那个蘑菇，蘑菇泡蘑菇，这不是泡蘑菇啊，这蘑菇又叫香菇，多好，香菇啊，您听着啊，你唱，圆圆的香菇啊，香啊香喷喷哎，好像那花开遍呀遍的香，翘首的姑娘啊，采呀采一朵。送给哥哥哎，闻一闻哎，这怎么不让吃光让闻呢？生蘑菇刚采下来就吃啊？哦，还没做熟呢，跟那个小鸡儿得炖在一起，那更好吃。放上佐料，葱姜蒜，抓上一把盐，炖好了，给您盛上一碗。那我得吃两碗。爱情的歌曲唱到了香菇美蘑，有唱水的吗？怎么又想水了？刚那蘑菇太咸了。抓盐抓多了，谁让您连着吃两碗来着？它不是好吃吗？听着谁啊？你唱。阿哥阿妹情意长啊，好似那流水日夜香。这水还真美。水，要唱巴豆的吗？巴豆，巴豆就是那个中药，你肚子不好吃它往下打一打。您吃什么了？就那两碗蘑菇闹的。有一首佤族民歌叫做巴豆开花，你给唱唱。巴豆在什么地方开花？巴豆在藤子上开花，我想摘花又没摘呀。怎么没摘呀？爱情叫我留着它。谈恋爱都得留着巴豆。什么呀？人家把巴豆花看成是最美丽的花。哦，是这么个形容。您还问什么？有唱动物的吗？动物，动物。两个人谈恋爱这么唱，嗯，我爱你呀，我爱你。爱情就在咱心中，你像一只大老虎，我像一只大狗熊。哇，别唱这动物。你不是说动物吗？我说唱着老实点的。老实点的那个绵羊。哎，羊还真有。你唱一个。我要做一只小羊，靠在你身旁。这多好啊。没有。哎。